没有西红柿没有关系的。那么你说可以不可以啊？那都是可以啊，都不种西红柿。解放前俄国老莽子来找过娃子没？有一个方言呢、哦，那个讲话的腔调比较不一样。那因为我们现场有一个方言老师，所以可以尽量去用这样的方式去说。Hey girl, how you feeling? Yeah, thank you. And you?说什么呀？一起呗。然后他戏中他设定的是他常常是在念英文，就是因为村里的那种英文跟我们平时学的英文那么标准，那么美腔是不可能的。干嘛？过来，出卖出卖你！看我国籍，你翻译的真好啊！我从台湾来的，还是香港来的，我们也走方言，也走方言，也走文化路线。那么这位先生要怎么称呼你呀、啊？他是姓唐，唐村长。哎，哥，你要个腿，你说算。看情况，只要村长，对不对？我给你娘个腿。我再也不会了。打死你了！